不利于把内存。啊！完了。我日！我操！谢谢不是一坑三模。我操他妈！我说这电脑怎么打不开呢？原来我他妈显示器插错位置了，打错了。太急了。他们说我可以免费升级到 Win11，你们说我升不升？
他说我可以免费升到奔驰一。升了你就上当了，那不升了。他错地方了。更新了呗。给只小猫呗，谢谢。没用啊，我要它干啥呀，浪费我的钱。谢谢一字有一环的六个月钻怎么事，谢谢。来十四个大气兄弟们。差点送你银柱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给个包包。要是上来没被野怪打掉血，我现在就他妈满血，还少了一件装备。对面的阵容给谁右装来着？艾克，他给了艾克右装，谢谢蓝莲汉的汉景猴。
然后给救赎给了吧。我开始卡了，不行啊，宝不能下呀，要不那啥下播了再下吧。等一会儿啊，我媳妇下游戏更新的，游戏更新的，等一会儿。好别拿我公诉，我是你哥。真烦。还是这么卡呀，这他在更新啥呀？
真是角色大师。哎，你们说我七级小弟一波不？第八七级。怎么会呢？这不是魔吗？这不是魔吗？好骚！我这肯定全是装备。为了那些已经迷失的人，俺知道该怎么做。等一会儿海克斯也行。哎呀，这一看好像不太用地了呀，这又给了，直接升八吧。第三个海克斯，我希望来个小巨人，这样我们就能顶住了。应该是白色的第三个。再坚持一波，再坚持一波，兄弟们，坚持最后一波。枪手要黑切呀，是吧？早说呀，为什么不早说？
螃蟹，我要螃蟹。哎呀，烦死了！真幼啊，这鳖！这不纯玩具吗？那没有螃蟹，没有日女儿，没有分女儿，没有两性沙米拉，不就这样吗？等吧。这阵容要五费呀、啊。没有血了，跳起来吧。但没事，下波可低。这都啥玩意儿了？小胖，粉丝吧。死亡与我同在。
啊，你们瞅，老有这样式的，就一整武器大师就三了，你说这谁受得了？三星三费不很正常，是很正常啊。可是三星三费不应该杀的这么快。一般我都得七阶段，六点多七阶段才能杀。阶段那是我一费跟两费三的时候，而且他们还有同行，你知道吧？一般我有同行，我没上过三，有同行没上过三星。分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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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日女儿不要了，行哎，你就艾克不要，日女儿都不能不要。我现在想换上去一个吉祥物，有东西可以换吗？完了，死了，打不过。动的不够。能打吗？能打个屁。拿什么跟他打呀？老有这种恶心人的武器大师，总会有那么一家恶心人的，就很讨厌。再来一把。